J.K. 妹时代结束，蛋泽降临。也许你没看过《蛋行记》，但你一定认识王蛋泽。他的到来，现在站在顶峰的 J.K. 妹也该迎来他的落幕了。随着 J.K. 妹的倒下，即将拉开真香蛋泽的帷幕。关于他的一系列梗，更是在全网疯传。难道蛋泽要重新引领我们走回真香时代吗？今天要讲的主人公王蛋泽是一位蛋仔岛里的富二代，经常在外面招惹是非，欺负别的蛋仔，嚣张跋扈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一点都不尊重自己的父母，有时候甚至会和父母动手。父母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为了让他变成一个好蛋仔，父母找到了《蛋行记》的导演，想让蛋泽能改变自己。导演也给出了保证，会让蛋泽变成好蛋的。王蛋泽将会面临一场什么样的蛋行记？